都融掉了，那是油棉。哎，是这样。哎呦，温博，可以再去申请买一双新的啦。前已婚小三两位，看到我们的阿燕叔叔啦。啊，哦，晒到都晕了。好了，这边坐起来的话，楼下就像这样。嗨，我又来啦，好久没入境了，不入境不行啊，都被骂。可以聊，可以聊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管线就是这样两只。下来之后呢，再走过来，然后这两只在中间。下来之后，我们设备都是放在这个地方，管线就这样走哈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装完之后感觉是怎样。我这个师傅哈，做事很认真啊，把这群地起来。啊，他不会让你的那个头抓温在那个水气给，而且让我去包起来。那，啊，你要先自我介绍说，啊，跟老公结婚多久啦？是的，我不是弄饭店吗？目前已婚小三两位。好了，现在做完，他们在收工了。哎呀，啊，哎，夹鸡翅头啊！看一下，哎，做起来就像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去楼上看看，看我们阿燕师傅的出炉。好，我们这边就刚刚启动的地方，好，就从那边下来。下来之后，我们就是到这边，然后就直接下去。哦，那我们设备就是摆在这边，来楼上看一下。哎呀，看到我们的阿燕叔叔啦！哦，晒到都晕了。好，好，哦。这边出来，两条管线一进一出，破真空 bypass。好，来，翻过来，哦，然后再从这边下去，哦，我们阿燕叔叔不熟力控哦，有他的方式很厉害。好，这边应该算凤山吧，这边算凤山对，然后要过去那一边还算是小港，哦，好，现在已经做完了，啊，哦。好，那这边有缺一点东西啦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缺几个一个帽子，好，他这边也是有衣服，现在缺货，我们下次让他补过来。好，那这边做起来的话，楼下就像这样，直接到楼上去，啊，楼下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今天哦，我们凤山这个是龙大建设凤凰天母啊建案，哦，分享到这边，好，感谢各位。哦，下班了呢。哦，下班了呢。哎，哎呀，我都快挑26了，老公，哎呀，油油啊！你看看，哦，鞋子都融掉了，那是油棉。哎，是这样。哎呦，真薄。可以再去申请买一双新的啦。真的好贵啊！去啊，去啊，去买啊！有什么问题？有什么问题？已经开到这里。哎，算我的，算我的，赶快去换一双。买3000块以内的啦。我不买，我不买。3000块以内，你直接买啥货？买九点哦。哎，没点。跟你一样买。哎呀。哦。啊，今天大概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 啦。订阅我们。